冲击，没想到2014年你冲第一个，加油！要幸福，感谢你的一马当先，然后能够让我一直在被阿公继续的支撑，祝你们有厉害的人，然后幸福一辈子。只有我的人格保证你，要对他好，回家幸福一辈子。我们家哥哥就交给你了，还要幸福哎，爱你哦，吉吉，加加加。他待会会讲这种，对，讲这种很唯美的话，我希望大家给他一点鼓励，好不好？我就会躲啊。我知道你在单位很辛苦，我们都是同性质的工作，知道你在单位所忙的一切事情，然后不要把身子累坏了，该忙的就忙，然后不该忙的时候就好好休息，做你该做的事情就好了。有些事情你还是要尽自己的全力，尽自己的能力，然后去对待每一件事情，才不会让自己有时候吃了亏又不敢跟人家讲，这样就不好。我就真的很紧张，因为我一来到淡水的时候，看到同学，我就觉得更紧张。所以我在路上跟你讲说，我这人有多么多，我超紧张，有时候我都会害怕。很难得啊，很难得他可以这么周详的，然后准备这一些的事情。那通常这些事情应该是我们一起去共同去创造才对。然后因为我知道我在妈祖我也在忙，然后就
很多事情就变成他自己在台湾也很辛苦。那在这边要想要饱受着在台湾面对 跨越一个台湾海峡一个思念，真的很要维持这份感情真的很不容易。然后谢谢，真的除了谢谢还是谢谢，谢谢他为我们就是做那么多，然后也听到刚刚那个大哥陈述的讲的一切事情，我觉得他还蛮感动，谢谢他的家人对我这么好，真的很感谢。